太阳正好能晒过来了。嗯。上去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好几天了啊，没正儿八经的给这个给大家拍一下小罗维纳的视频了。今天已经第十天了，咱看一下这个状态，然后个头大小，看他们。哎呀，哎呀，让我盘腿坐着。哎呀，来，你先来。哟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呀呀，怎么样这狐狸？哎呦，呀，小睁眼吗？看看，哎，眯的一。缝比较大点儿啊，眯着缝，嗯，挺酷。再来这个，再来这个，这个怎么样？哎呦，嗯，这头真大，嘿嘿，虎头虎脑的，谁不谁威力？嗯、看你别一会儿掺和了又，一会儿又掺和了。这是只小母，这是小母。嗯，呀呀呀！我感觉它那眼皮都在动。这个头也不小啊。嗯，这个头也不小。他们这个个头非常匀。嗯。躺着吧，趴着吧，趴着吧。你起来，你起来，我看看。扎不住了，反过来看看，萌不萌？呆萌呆萌的，是不是？等睁开眼睛就更好了。坏了，没看完呢还。哎呀，坐着，坐着，坐下，坐下，等着，坐着等着，等着等着，还有两个，看完了你可以，你就可以回去了。坐着，就这样看看吧，他不行。给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就看一眼，看一眼，看一眼。呀呀呀！来，着急着急，你吃奶吃奶，准备给我吃奶。那你要不躺这儿就躺这儿吧。哎，躺下。一二三，不躺，他不躺。躺。我给你让地，好了，一放上就知道吃了，嗯，不用管，那底下还有个没吃的呢，奶头，这边这边，啊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，看看，不让你吃，自己一会儿就找上了。你吃这个，就差你了，你非得你吃上了，吃上了。哎呀，阿米，躺下，躺平了，头躺平，对，看这小狗，稍微等会儿啊。现在这个奶还没放出来呢，等我放出来之后就听见声音了。稍微等会儿。哎呦，这证明阿米还是带的好，奶水也好，母性也好，是不是？没夸他，眼都不就合上了。从现在小狗的状态、这小模样看啊，都像威力那时候。看能看出来他的模样了，都非常粗壮的一家伙。嗯，看看这，看这那个肚子，看这后背，看没看没，特别宽。等他们长大了之后啊，这个个头骨架都不会小的。你威力个头也不小吧？你看阿米躺下不动，阿米的骨架也不小，骨量也不错。然后这个
这个身高来说啊，他现在也是64左右，这个凶猛度那就是看威力的了，是不是？大家都知道威力那小子，哎，看见不管是比他大点的狗，还是来个陌生人啥的，真凶。嗯，这估计长大了之后，这性格都得随威力。为啥？你看一拿住之后乱动，不让你摸。咱就看现在外边那两个大点的罗威纳也是，小的时候不让你摸。大狗你看跟他们逗着玩的时候欺负起来，反嘴儿，敢跟你斗，敢跟你打。他们我估计长大也跟他们一样，嗯，性格也不一般。哎，开始放奶了啊！看这几个小家伙吃的。不停的吸，再看看他们小尾巴，咬起来了，吃美了，他就一小尾巴就不停了，一直在这摇摇摇摇，看这个，这家伙，躺着吃，挺美呀你。嗯，咋不吃了？他吸那个吸没了，开始换奶了。他们，咔咔，那个小狗身上流的这个奶，看看，还有这个小狗，嘴片上，这奶水够多的，这不用管。你吃饱了是咋的？你吃饱了吗？吃两口，哎。看着是吃饱了，把它拿上去之后，它接着吃。你看，看这小豆吃的，看小豆吃的鼓鼓的。哎呀，它不让你摸的，一摸它鼓肚，用劲儿。看能吃多长时间吗？哎呀，刚说了，翻过身来了，吃饱了，肯定是喘喘气儿。你吃饱了没？来，我拿起来看看。哎呀，这一吃饱之后更拿不住了。哎呀，这舌头是啥呀？咋是有个木屑呢？吐出来，哎，对，吐出来了。艾米，给，去，清理一下吧。看看。艾米闻见它的奶味了，这给小狗直接就清理了。小狗吃饱，艾米就上班了，就开始清理工作了。嗯，吃完猪蹄儿，两天了啊，这奶水还这么足呢。你看看，小狗吃的，啊，这小肚都能吃饱。它要是吃不饱的话，就嗷嗷一个人叫唤了，也没听见它们叫唤。抓不住了，吃的都。必须得现在两个手抓。你要是抓上面的话，它肯定得叫唤。呀，呀，还行啊。这会儿咋不叫唤呢？因为已经有经验了，知道它抓哪块不疼了。现在，行了，你清理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去吧，清理。总体来说，这帮小家伙六个啊，长得非常非常茁壮啊，挺令人喜欢的一窝小家伙。哎呀，挺好。